大家好，这节课呢，我们来学习一下玛雅的帮助文件。玛雅的帮助文件呢，它可以辅助我们学习玛雅这个软件，也可以通过这个帮助文件呢，来查询一些我们所需要的内容。好了，我们看一下如何打开我们当前这个帮助文件。我们可以在菜单栏 Help 下找到当前的玛雅 Help， 点击它的快捷键呢是 F1 键，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F1 键啊，打开我们当前的这个帮助，看一下玛雅这个帮助。首先呢，我们看一下当前是如何使用这个帮助的。我们可以通过当前的这个搜索，这两种搜索方式呢，来对当前这个我们所需要的命令来进行一个搜索。它呢是一个 A 到 Z 的一个搜索方式。第二个呢是一个我们比较常规用的这种搜索方式。看一下，我们可以点击。看一下当前这种搜索方式，一般呢，我们在这个搜索一些关键词的时候呢，我们都会用这种默认的设置，一定要勾选当前这个选项。这个选项呢是着重的这个突出我们所要搜索的这个词，也就是说我们会在这个我们搜索的这个引擎当中啊，这个很明显的看到我当前打的这个词语。这个呢是只搜索我们当前打这个词语，一般呢我们只要用这个默认就可以了。我们可以通过它呢找到我们一些所想要的这个词语，有关这个词语的一些信息，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找到当前所要的这个内容。这个呢就是我们当前这一课讲的这个玛雅的这个帮助文件。这个帮助文件呢它可以很好的这个辅助我们这个学习这个软件，希望呢咱们同学呢来很好的应用咱们当前的这个玛雅帮助文件。好了，这节课呢咱们就先讲到这儿，谢谢大家。